我国荣工篮球队今天傍晚高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返回台北。荣工队这次到印尼去访问比赛，一共打了七场球，其中有一场球是跟印尼参加今年亚洲杯篮球锦标赛的国家代表队比赛，这场球荣工队输给了印尼国家队14分。荣工队在印尼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在棉兰，结束了棉兰的比赛以后，今天取道新加坡返回台。